今天又到了一周一骑的时候了。没错，是的，今天又到了一周一骑的时候了。今天这个路线的设计者是范范。今天这个是我最自豪设计的一条新人线路，在50公里的距离之内，有上坡，有下坡，有平路，什么都有。还有一个亮点。哦，对，在这个运气好的时候，可以在这条路线上面看到路。咱们来看今天的这个运气到底是怎么样。但是是不是只有晚上才能见？白天有的时候也能看到，是看运气。这事儿纯看运气。那边路的这个，比例还是挺高的。我骑5次，大概有2次能看到路吧，这样。哇，可以。路能在期待一下吧？你觉得今天咱们能不能看到路？不一般。我觉得能。能是吧？对。你要是猜对了，我一会儿给你个冰棒吃。今天这个振宇的新的骑行服也到货了。没错。每周都有新产品。绑吹盖的骑行服，这个材料质感特别的好。哇，一个借机摸人家。还有有陶的把带，有陶的新把带，这个香雪配色，真波粉，这个鹿有陶 ，mana 米鹿，真波粉。我这个买了香雪的这个周边，一个海绵材质的把带。最有亮点的地方就是这个香雪的这个把肚，非常漂亮。非常漂亮，买到就是赚到，日亚最后一件，哇！日亚最后一件，可以绝版。这个作为一个周边来讲，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手感和这个质量都还是挺不错的。对，这个剪辑的时候请加上外包装的图，外包装非常帅，真波小天使。没错，从此爬坡拥有了翅膀。快吸它！为什么又吸了？白粉。没有 get 到是动森的梗，变成了吸毒的梗。好，我没玩过。好，咱们出发吧。开始吧。老白怼到蛋了，在上车的时候，可能是这个车不太熟悉。那个左边首先没踩进去，滑了，然后。哦。我去。这个男生们骑车一定要注意这个生殖系统的安全。刚才上这个小坡的时候，这个胎爆，范范的这个后轮胎爆，现在正在熟练的换胎当中。先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我操，直接上嘴，这么牛逼。Wait a minute.这个路上沥青都化了，能不能挖一点沥青下来补个胎啊？我操，有点大，看看。有点大，有点大，怎么扎的呀？这是。对，这个千万不要在冲击的时候用手碰这儿，很有可能会冻伤。但是这个东西很甜，你可以尝一尝。滚蛋！滚！我又不是南方人，对吧？我上次去海参崴的时候，谁跟我说那儿电线杆比较甜？我跟你说。这个出发还不到700米，胎就扎了。这也预示着这个后面的这个骑行可能会比较舒服，会比较爽一点。让我们来看朱振宇骑车的英姿，在休息。范范，你走，我跟着你。铁驴子。
一个缓坡送上他的爬坡选手陆友桃。陆友桃的爬坡节奏非常的好，一下一下一下，爬坡节奏非常的棒。我又来躲在了范范的身后，感觉非常的舒爽。感觉前面一个大吸铁石在带着我走，这个吸铁石还会打手势，我去，智能吸铁石。卡豆，今天气温很高，我感觉我的身体在飞速失水。现在看老白的手臂上已经是布满了一层汗珠，在阳光下闪着璀璨的光辉。老白好点，好点哎！这是证明，那这是老白努力的证明。你是跟冬泳怪哥 PK 了，励志演讲是。若要成仙，必先疯癫。绝技，一边骑一边紧螺丝。不行，不行，蛋蛋在下抗议，蛋蛋在跟他抗议。对，因为他下个路口要换座了，他现在坐翘起来。原来如此，他的小重力在向他抗议。好吧，所以他舒服的唱起了歌。范范孤独的身影，迫切的。十方渴望的小兄弟把刀架在他的小兄弟脖子上，你再不换座我就自杀，我就自宫。我去，这个坐管螺丝一直松，好一点。对，其实上面这个牙扣它这个磨损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必须得凑合到底，然后把坐管换掉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我设计这条路的一个景点了，一个小水库。这个里边还飘着一些植物，如果你离近看的话。但是现在我们穿着这个青鞋，这边路况比较复杂，不太好上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老白控车技术变强了，这个双拖把的能力练出来了。阵雨的踩踏越来越平顺了。大家，我离近让大家欣赏一下阵雨的踩踏。阵雨，快上来！阵雨的爬坡选手们要上去了。
开始了，开始加速了。哇，这雨上来，上来了。到后面不错不错，能上来就不错。有桃还是一如既往的快，这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对，宝台，这终于坚持到了这个提前结束，离家应该还有几百米。这个你看这胎，我不知道是二氧化碳撒完了还是又扎了，反正现在这个胎压不足以支撑我的体重了。对，预示着这个后面的这个骑行可能会比较舒服和比较爽一点。老范正在嗑药。对，是扎了。我操，是扎了。这好像是啊，能听到两个不一样的气流。就是原来扎的那个地儿啊。shit, here we go again。 这儿在漏气，我去，扎了。提前结束了，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一下老范的胎。这个收到一个骑行教训，就是外胎有口赶紧换啊，就是这样。是，今天就是爆了两个内胎了。是，家里边还有四条库存，还够。嗯，可以。但是能撑到这也很不容易了，还有几百米就到家了。振宇这次感觉如何？这次感觉其实状态比前面还是要好很多，但是中间，哇，怼这么近，对，中间还是有一点点累，尤其是前面坡多的时候。但是反正每个地形都要适应一下。对，继续训练，继续训练，继续训练。好，继续训练。奥利给！下周再来。下周再来。再来。耶！拜拜。拜拜。我就坐这儿了，拜拜。